有位朋友到加拿大，问什么地方最值得去，当地人不加思索回答：落基山脉。这句话就是加拿大人对西海岸落基山脉的全部感觉。确实，可以说落基山脉汇合了大自然尽可能有的美丽精华，值得细细品味。班夫和贾斯帕两个小镇一南一北是游览落基山脉的两个基点。从山南的班夫启程到贾斯帕，我们大概要走300多公里。落基山脉绵延千里，它阻挡住由北极吹来的寒风，同太平洋暖流一起温暖着北美洲西岸。马上就要到莫莱茵湖了。莫莱茵湖是一座美丽的湖，可以说美丽得让你喘不过气来。我想它更像一位几千年来待嫁的新娘，让一代又一代人们心存渴望。当地人告诉我说，莫莱茵湖是一颗晶莹碧透的蓝宝石。起初我仅仅以为这是夸大其词，但来到莫莱茵湖，我被美丽的湖水弄得目瞪口呆。那惊人的美艳让人无法把目光移开，像受了魔咒。这就是莫莱茵湖，湖面是翠蓝色的，细小的水波闪烁玉石一般的光亮，看上去很难想象这是真实的。放眼望去，湖水泛溢着绿色的光影，像是镶嵌在维多利亚冰河中的一颗蓝色宝石。这里是冰河融水形成的冰河湖，冰河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在阳光折射下产生特殊的艳丽，似真似幻。湖水平静如镜，呈锯齿状倒映出10个连绵的山峰，让你恍惚见到了10个小矮人正在守护着一位蓝色的睡公主。你怎能不相信，这雪山天湖就是冰肌玉骨仙女的栖息地？莫莱茵湖的图案还被印在了加拿大20元的纸币上，由此可见加拿大人的骄傲所在了。硫磺山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通车后人们才发现的，据说当年有3位铁路工人用树木做成梯子去查看山头一个冒烟的山洞，结果发现了硫磺温泉。温泉浴对当时来说是一种时髦的享受，于是他们建了一座木头房子，公司便开张了。
班夫国家公园拥有着雪峰皑皑的太古地貌。19世纪前，这里是一片未开发的荒山。1884年，加拿大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通车后，人们才发现了这块瑰宝。以前只是个孤立于世外的蛮荒山地。当年太平洋铁路建造者们沉迷于此地的经验，再也不肯离去。于是，它成为加拿大第一个国家级公园。这是一座海拔2200多米的硫磺山，喀斯特地貌苍劲雄浑，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层层叠嶂的山脉如被钢刀割漆出来，英姿飒爽，灵气逼人，令摄影师、登山家梦魂萦绕。这里的群山给后世保留下了太古时代生态的原貌。从硫磺山往下望去，班夫镇、包河河谷，横贯加拿大东西的公路干线就在山脚间穿过。如果有幸在这里，你还能看到盛夏落雪的奇景。到了落基山脉，如果不去路易斯湖，就如同从宝山空手而回一般。真的，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路易斯湖长有3公里，深有90多米。湖水随着光线的明暗而变化，由蓝变绿，极为特别。湖的南端，两山成为 V 字形分开，再过去，则是海拔3460米、终年积雪的维多利亚山了。山是由赤色岩石构成，山上的积雪好像蛋糕上撒满了白色芝士。 V 字形深黛色的山脊和粉绿色的湖水构成奇异的美感。路易斯湖恍如由冰山、岩石、松林、湖泊构成的一幅图画，美不胜收。
you do? Excellent.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China. 你好吗？哦，你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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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广东话也会说。This you? Yes. Oh, very beautiful. Niu Gao. Niu Gao. It's a mile and a half long, three quarters of a mile wide, 371 feet deep. Welcome to Louis. Very beautiful scenery. Thank you. Yeah. Can we play in the beautiful music? Sure.这个是他，是他，这是他在这个路易斯湖的一个那个标志性的表演。谢谢你。Oh,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不客气。都好，不客气，多谢。环湖雪山，白雪素裹，倒映在湖面上，秀美如画。最早居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把这汪湖水称为小人鱼湖，后来将其改名为路易斯湖。路易斯公主性格倔强，她因为与平民青年罗恩相爱，被贬到加拿大。以公主的名字命名这座湖，是对路易斯公主的敬意。在加拿大洛基地区众多的湖泊中，路易斯湖有洛基山蒙娜丽莎的别称。这碧玉翡翠也是数千里的北洛基山脉最珍贵的瑰宝。往前走就是大冰原了，哥伦比亚冰原也是北极圈以外北半球最大的冰原了。宽阔的冰河缓缓地在地表上移动，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活冰河区。在千万年前的冰川时期，冰原覆盖着整个加拿大，现在哥伦比亚冰原仅是当年的残剩部分。比亚冰原上的雪已经沉积了几千万年，除了有经验的登山家，一般游人必须由向导带领，乘坐一种装有一人多高巨大橡胶轮胎的雪车才能上去。这是一种由加拿大特别研制的巨型雪橇，时速只有18公里。冰原覆盖着3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冰川厚度高达365米。它是第二次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遗迹。哥伦比亚冰原四周环绕着洛基山脉最高的山峰，它是世界七大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冰原风景线上最精彩的部分。山脊、河道和冰河裂缝，
到达一望无涯的冰原时，举目四望，除了冰还是冰。这里有湛蓝的天空，耀眼的光芒和无限供应一尘不染的洁净空气。All of this high above that area ahead of us. Oh, so large. How big it is? 325 square kilometers. Oh, really? Similar in size to the area that Chengdu, China covers. Really? 他说整这个整个的冰原的这个是哥伦比亚大哥伦比亚冰原，整个的面积是325平方公里的面积。300 meters thick. 300. 好，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冰上面，这个整个冰的厚度是300公尺啊！哇，很了不起。哦、oh, very great.、嗯、冰原同时还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加拿大三条著名的河流发源于此，几百年前的降雪融化而成的冰水缓缓地注入北冰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淙淙的小溪流着冰水，为荒凉寂静带来一丝动感，一丝柔美。到马林湖，你便会看到精灵，一个美丽的精灵。马瑞湖是南北约有22公里、东西约1公里的细长型湖泊。在加斯伯地区8000多座湖泊中，马瑞是最传奇的一座雪山湖。落基山几千年的融雪都汇入了这深不见底的马瑞湖中。这汪深达97米的绿水，身居落基山脉的千湖之首，也是世界第二大千年冰湖。Marine Lake. If Marine Lake is the biggest lake here, In Jasper National Park, it's the second longest glacial fed. Oh, really? Ye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叫 Marine Lake， 叫马林湖，是全北美第二大这个冰川形成的这种湖泊。那 why is the Spirit Island? What's the why is the name is Spirit Island? Beautiful canyon behind us. Yes. And it's very beautiful.All over the world. All over. 他说这个、yeah. 在这个马林湖中最经典的一个呢，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小岛的叫精灵岛 Spirit Island. 他告诉我说，他在最早这个地方被发现，在白人没有来之前，这里生活着许多的这种土著人。在1908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Marine 的女孩，她突然来到这儿，然后发现了这个地方。但是真正被全世界人所知道的呢，是大概是在1930年，有一个叫 Harry 的一个摄影家，他通过
黑白的一张照片，然后发表在一张刊物上。于是这个刊物呢，一经登出以后，应该是全世界哗然，觉得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地方。那他告诉我说，那为什么这个岛叫这种精灵岛 Spirit Island？ 他说，因为在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早晨薄雾在湖面上淡淡升起的时候，整个岛像一个小精灵一样，所以这个名字起的也如同像这个美丽的景色一样 ，Very beautiful， Spirit。是 Marine 湖的精华，也是落基山最有名的美景。任何一个人只要看一眼精灵岛，都会为这诗画般精致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岛上点缀几株苍翠笔直的针叶树，造型优美之极，经常出现于加拿大各种明信片之上，它可以说是马瑞湖绝对的象征。如此宁静广渺深沉的山水，连峰簇拥，景色壮丽，这是一湖如同欣赏风景海报般的美景。这里记录了长达3亿多年的地质演化，而只有以亿为单位的岁月才能将这些恢宏的历史雕琢成如此不凡的山水意境。